十二楼盖人做点袂。龙门啊，嘿哦。嘿啊，啊一只三五呢啊。我看完高雄的领导传上来。同意啊。但你那以国际法规，咱这是无合规，是无合规。你看有好几位人咧承应的双口的。啊！人边啊，搁一个梯，人啊推，人啊推，搁摇起来，春秋的门对门行过了啊。哦，迄路迄蹲迄只的领，迄个领工的迄口够细。无啊，伊西道啊，迄开边啊，开门啊，迄较好啦，较爬较矮。啊嘛，爬较危险。你若叫伊从甲板顶爬了，妈爬要两三站了，哪爬死？即马台船阁有咧做货柜啊，板海细只个，还有含这种同款。啊，毋着算讲是阳明的万海板，西的万海板。换组装尔，换灰色的尔。改一个公司安尼尔，台船家己做头家啊。你说万海多个？啊！因着看着旧年人个金市做船，人家己做船，家己搁有租船公司无？趁两千，一鱼两吃。一鱼两吃，即摆伊着要来啊！啊，即摆若市场开始，礼拜市场开始涨船，对啊。你看咱即摆只番仔水产公司表要破底。是啊。人伊讲迄个大船个经理着伫咧念讲，大船安尼，你只番仔水产还是害死。啊，寿命这道要多啊？应该是迄落吧，要去看勇敢嘛多吧。以前伫江城是越南。改名。卡啦。老舅，这条对钱有切。啊，无物件。一船靠红菜，我再分两袋。足久无看只阳明，哦，三彩的传说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第一摆看阳明三彩传说。你下骹迄种金牌最近才开始。啊，无是正常来讲是两站吼，就是正常的今摆这个浅色的，这是看袂到的，然后再贵的话。啊，就是无货，那么贵，拢浮出来。安尼正常，扛贵哦。有当贵啦，这只是应该无济啦。迄到半年再一半都无够。你这拖溜头到哪里堆啊？对啊，后边地啊。后边地啊。后边地啊。有啥物台船坐拖头扛无够？伊今麦拖溜头后边到半顶个仓，迄个面积十百咧用个。好只。嗯，迄个较矮。啊，边啊就四十啊！忙，搁是忙落尾啊！少吧，很少啊！伊个螺旋桨规拢浮浮起来。你还好，你都不起，你无看到那个坑。有啦，一只顶头看一只，迄个什么啊？长远的、啊。之前我看过几只坑，是要规个铺到皮啦，超过一半拢伫水面顶，迄规个咧驾车偌清楚。